哈播资料照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早在前一周率先封王的国联东区龙头国民再度传来好消息，正在复健中的强打少年哈波 Bryce Harper 有望在例行赛结束前归队，与球队一同打完例行赛赛程。哈波在美国当地时间周二的练习中表现十分出色，包含跑位、传球、打击都维持一定的水准。根据美媒报道，国民乐观地表示哈波将在下周正式归队。哈波上月初在对战巨人时因垒包吃滑踩垒时滑倒重创左膝，虽未造成十字韧带断裂等严重伤势，但仍有骨头愈伤和小腿拉伤的状况。他随后投入复健，目前复健情形显然十分顺利。国民总管瑞佐 Mike Rizzo 表示，原先球队期待哈波在季后赛时归队，但现在看来哈波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更快一些，他已经在做一些棒球的练习了，而且他正以谨慎的步伐在进步。受伤之前，哈波代表国民出赛106场，打击率维持在0.326，已击出29轰，拥有87分打点。